们以至诚恭敬感恩的心，向古圣先贤、历代祖先、父母师长一问讯。起，再问讯。起，三问讯。起，大家请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条生命的河，我们的生命源自祖先，始于母亲，母亲的恩情比天高，似海深。大约在3000年前，在古印度有一位伟大的老师，老师带着他的学生行走在郊外的路上，发现路边有一堆骨头，老师就走了过去，把骨头分成了两堆。学生们发现一堆的骨头的颜色是洁白的，另外一堆的颜色却是灰暗的，就请教老师为什么呢？老师就说，颜色灰暗的是女人的骨头，因为女人她要做母亲，在她10月怀胎的时候，如果她胎内的孩子钙质不足的时候，就从母亲的骨头当中渗透出钙质来，补充她胎内孩子钙质的不足。而当她去世的时候，因为钙质的流失，骨头就成了灰暗的颜色了。所以母亲10月怀胎的恩德，我们怎么报答也是报答不完的呀。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有感于母恩，画了一组画，我们一起来分享。当我们还没有出生时，母亲就为我们出生后的一切做准备了。母亲甚至在吃东西时都要考虑日后是否对我们的健康有好处。母亲忍受剧痛，把我们带到这个美丽的世界。当我们长了几个月后，母亲喂我们吃奶时，我们报答母亲的可能是咬她一口。甚至在母亲抱着我们的时候，我们还会经常尿在她的身上。1岁之前，我们需要每2-3个小时吃一次奶，并要更换尿布。为了我们能健康成长，在我们3岁前，母亲都不能在夜里睡一个安稳的觉。不知道花了多少的时间教我们学走路、学说话，教我们读书、写字，教我们做人的道理，教我们穿衣服、绑鞋带、系扣子。
小学时吵着要电子琴，母亲省吃俭用花几个月工资买回电子琴，我们乒乒乓乓弹几天就扔下再也不弹了。上中学时如果成绩考得好，还要父母亲给予物质上的奖励。上大学时，我们是否拿着父母的血汗钱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呢？在结婚的宴席上，我们忙于应酬同事、朋友，是否把父母冷落到了一边了？当父母为我们回家吃饭忙了很久很久，我们却为了应酬一个电话打回家告诉父母不回来吃饭了，父母不得已下一餐还要吃剩饭剩菜。当父母不断地重复那些老掉牙的故事时，请不要打断他们。我们是否还记得小时候要他们重复那个讲过千百遍的故事，直到我们入睡？当父母亲想不起来或接不上话时，请不要转身就走。其实谈什么并不重要，只要我们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他们的心就会感到非常温暖。当父母对新科技和新事物不知所措时，我们千万不要不耐烦。我们是否还记得当初父母怎样耐心地为我们解答我们那提不完的为什么？当父母亲老了，吃饭时把菜汤洒到了衣服上，我们也千万不要不耐烦。我们是否还记得小时候父母亲怎样手把手的耐心地教我们吃饭？当我们沉浮在社会当中蓦然回首，父母正佝偻着腰用关切的目光注视着我们，就像冰冷的夜晚始终有一盏灯在等待着我们。在我们和父母还可以一起度过的日子里，让我们紧紧握住他们的手，陪他们慢慢地走，就像当年他们牵着我们的手一样。老乌鸦老了，小乌鸦出去找虫子回来喂老乌鸦吃。小羊羔吃奶的时候把自己的双腿跪了下来，好像在感念母亲的恩德。谢谢。美花，有人给。
天的梯，父亲是那拉车的牛，父亲担负着家庭的全部重担。为了我们的生活，父母亲日夜在操劳。都说养儿为防老，可儿山高水远，他乡留。让我勇气倍增，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依相信，彼此都感恩，因为我们是一家人，但分享彼此的人生，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依相信，彼此都感恩，因为我们
人，分担分享彼此的人生。我的快乐来自你的笑声，而你如果流泪，我会比你更心疼。我的梦想需要你陪我完成，而你给我的爱让我勇气倍增。幸福有没有在我身边，怎么一直看不见？幸福有没有在你那边，让我看看他的脸。家里已经找了好多遍，只有温暖的房间。爸爸说幸福就在镜子里，那就是我快乐的脸。老师说如果欲望能够少一点，是地球给我们的资源，随时记在心里面。我用善良礼貌的双眼，发现大家幸福的脸。谁在下一刻呼唤我？天地虽宽，这条路却难走。我看遍这人间坎坷辛苦，我还有多少爱，我还有多少泪，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伴我一生，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感恩的心，感谢命运，花开花落，我一样会珍惜。